锵锵三人行，这个光说不练呢是假把式啊，光练不说呢像小田儿哈是傻把式，咱们这个又练又说才是真把式。那咱们练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徐老师，导演跟我讲了，你们这个新闻啊，资讯台新闻发出来了，咱们这个周轶君是吧，把我们昨天去那个大英博物馆看这个女史箴图拍成了这个新闻，导演给我讲，基本上把我塑造成中国书画大师的形象，仰拍的镜头很多，你知道吗？所以我不得就国内已经有了谣传是吧，所以我要辟谣，我本人是特别的喜欢这个书画啊，但是呢这个修养啊是幼儿园级别的啊，所以呢在文物拍卖界的地位骤然上升，至少跟文物贩子能够真的是对能够并列啊。当然我们能够去是吧，主要是因为这个大英博物馆和女王陛下对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的这个重视，先是开塔桥，没错，先是然后就邀请去了大英博物馆，放一凤凰，没错，闭幕式就是显示是凤凰承办的嘛，最后凤凰涅槃。他们有网友真的说，难怪你们对这个奥运会的印象这么正面，当然啊，原来有植入广告，很多凤凰的内幕你们都不知道呢。你像那大英博物馆一听咱们锵锵三人行来了，说要看女史箴图，哎呦，说何止是看呢，文涛来了带走都行啊。就是说这个女史箴图啊，是这个中国呀，这现在留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人物画啊，东晋的著名画家这个顾恺之啊，画的这个画，当然是唐朝的这个某本，当年流落从圆明园出去的吧，一个英国的什么大卫上尉什么的，2英镑卖给了英国政府，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到大英博物馆哈，我们去取回，也不是取回，我们取出来给我们看一眼，其实也很寒酸。那家伙都是限制人数，戴着口罩，啊，跟做科学研究是脱鞋，然后呢，为了让我们这小田儿啊，这还有我们的其他工作人员都能进去看一眼，太难得的机会了，是吧？我们还要靠着假装采访聊天，引开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然后赶快让小田他们进来看。然后我们在看的时候，只听到他旁边问的问题都是文化部的问题，对，是不是哪一天能够像《富春山居图》这样，然后我们。我问的问题，要不说他们觉得我能上新闻呢？我问的问题显出有水平。文道问了那么多问题，他们新闻一条都没采用，知道吗？我问的问题，我说你听说《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合展了吗？那么有没有希望有一天这个女史箴图也回中国去？唐本跟宋本一起展，办一个展览呢？他怎么回答的？啊？他回答得很好，我一句也没听懂啊。都有英文，我就听懂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possible， 我一听，那不行，关键词有可能性啊。哎，是我也不在乎他答什么，反正我问了，对吧？对。所以这也是这个中国文化界今年的一件大事，听说被评为啊。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再放一遍，不是昨天看的是我们手机那拍下来的照相。今天才把我们这次的这个文化之旅啊拍成了一个，可以理解，因为塔桥都开了三次片子，对。今天节目余下的时间就是这部片子，我们看一下。介绍一下这个女史箴图啊，它的这个保护情况怎么样？就在这里，在这里保护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的基本上就是那个不展出，有时候呢展出呢两个月，一般有时候展出的时候只能两个月啊，两个月以后呢就收进去了，因为呢一直见光，怕这个颜色会走掉。日本裱画师1917年贴在板上的，现在不太好传，因为那个卷已经比较酥，很酥，很酥啊，它有个比较那个干燥，所以呢不卷呢还比较那个好，因为卷起来卷总是容易那个断裂。哎，昨天有这个机缘，小田儿当时什么感触？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其实保存的就他说好，我不觉得那个叫好，哎，1000多年了，是，但是你知道其实拿来的时候是他们把它剪成两半的，你有看到了对吧？那个提拔都已经就放在上面了，那些包括那个宋徽宗，但有时候是宋徽宗孙子提的那些，乾隆帝提的那些，它上面那个哈，一部分是头，
一部分是后面的，嗯，其实上面是个两部分拼起来的，就挺可惜的，不觉得？然后有很多那个后面的题的东西都已经不见了。对，而且他们当时表是把它当做一个日本的画来表的，对，嗯，所以也是无知嘛那个时候。但是要这样想，好过没保存吧？没错，至少这个东西还在，而且他们现在责任感也很强。他说很少出来展出，为的就是为的。那的以后将来的人们，他这幅画有没有展出过？他说这是他知道的近几十年来第二次拿出来。哎呦，看出锵锵上一次就是2001年纪念100周年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不是，他们现在在做这个，也在做保护和这个做合适展览的这种安排。但是据说将来是，即便安排展呢，一年最多也展两个月，就是他们也会拿出来，很难拿出来了。就是说也是玻璃封住啊之类的。是，所以中国的东西啊，我有时候觉得特别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儿，就是啊。都在传说中，但是这更显其高妙无穷。你比如说，这个肯定是个传古希腊的东西啊，就在大英博物馆，是吧？帕特农神庙，那家伙就是西方的雕造型的这个巅峰哈。可是中国的东西有句话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历世世代代看的是复制品。王羲之，对对对对对，没有王羲之的字。对，王羲之，你看到最接近的就是冯承素这个双钩啊，这个，也就是最好的复制本，唐朝的复制本。这个不是李白还有给他复制过吗？李白，哎，是吗？好像是。李白还复制过这个王羲之的《兰亭序》。兰亭序吗？不是，那个时候临这个《兰亭序》的字啊，很多也是一时之时尚。小时候学柳公权，这个欧阳询呐，什么什么，这个楚什么的，这都临，所以这个很多啊。但是我就说，你看中国的东西就是这样，哎，连这个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也在传说中，但是你知道。当时的画论画家有排行榜有排名的，排第一名的都不是顾恺之，是谁呢？跟顾恺之并称的叫陆探微，陆探微这么一个人。那么你想象，你只知道这个名字，没有，你都不知道他画他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说吴道子你只是听说过吴代当风啊，但是你见不到他的画。虽然是传说哈，我当场的感受我又觉得非常非常熟悉，就因为他画这个形象，他写的这个字，甚至他讲的这个道理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没错，不像我们看三星堆就好像看外星人一样，那个讲汉族我们真是有点搞，可是这个你今天你随便一个什么模啊，就是复制的，或者是甚至今天有人创作人要复制什么的，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么一个形象。这是什么？就是说咱中国文化就是不求实证，但是内容其实到今天可能都还可以拿出来用，对啊，都还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对啊，那小钱你算是看到肉上了，就是哎，这对女性看到肉上了，我看到本质了，看到本质了。这个画呀，本身就是教育妇女的，你知道吗？现在要照我说，大陆相当一部分妇女是找不着自己的范儿。你们学术上有一个词啊，叫失范。很多知识分子就失了范，失了风范，就不知道该怎么着了，不知道能怎么说话，不知道怎么走路，不知道该怎么坐着，你知道吗？就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或者说铲除一切之后啊，台湾妇女有台湾妇女的范儿，对吧？香港女孩子有香港女孩子的范儿，大陆妇女什么范儿？不，你可以说它是叫没有范，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时代现象，百花齐放嘛，各有各的范。但从杜鹃山开始，我们也闯出了很多新的范儿。对不对？对，我跟你说，你要说这个新的范儿，我觉得今天咱们也有一个这个什么呢？后现代艺术的搞法啊，这个并置啊，咱们看到了古代妇女的教育啊，这个《女史箴图》就教育宫廷中的女官呢，怎么做人啊？哎，咱们看到了《女史箴图》，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官和他的夫人，他们的一个《女史箴图》。他们的一个网上不雅艳照，这是最近国内啊，中国现在大家看到最多的图，热门话题，要放艳照。哎呦，要放艳照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看，哎，大家看啊，我特意说遮住了每个人的脸，表示我们啊尊重个人隐私，不想传播这个跟不想聊他个人的这个概念啊。我们出此图啊，实在是想引起讨论，而不是会淫会道。好。我们先去一下广告，我们再观赏一会儿，待会儿再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远酒精华，年岁远江与景更久。真正的宠爱能让你的心彻底迷醉，舌尖弥漫诱惑的滋味，深于心的无上宠爱。地中海欧丽薇兰特级初榨橄榄油 Olive Oil。好，这个三对夫妻群批聚会啊，这是徐老师最爱聊的话题。我看到照片其实很紧张，我一个直感非常紧张，我还跟他说呢，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聊呢，他倒说没事，这可以聊。你是不是觉得看到有点不是，我觉得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个和那个女史箴图放在一起 啊。你说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这个潜意识里就觉得，哎，这个照片里边这几个女的她们有问题，她们的言行有问题，这跟女的没有关系啊。你很敏感，是是是，这女的没问题，这你觉得都是男的做主拍的，是不是这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对吧，就是我看到那个照片，我第一次看，我看了照片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需要锻炼，白花花的一堆肉不好看。第二就是我很疑惑这个照片私密照片怎么流传出来的。第三就是我就想到为什么你们把这个和女史箴图放在一起。其实你知道吗，说女史箴图她是那个这个晋朝的时候，对吧，对，其实那个时候的女的也很开放啊。为什么那个张华她要去规劝那些宫廷妇女啊，要守妇道什么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男尊女卑。你们那个时候有个皇后叫贾南充，嗯，她呢就是淫乱，她也是搞这个三批，那个不叫淫乱，其实对，照我们男人的本位那种儒家的来讲，嗯，这个贾南充是个荒淫的皇后，带很多男的美男子进宫玩，其实也就是不是，其实那个这不就解释了吗？你说这两个图画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图画，一个是中国全中国人现在很多人在封存的图画，但是在历史上女史箴图就是用来批判这样的画面的，对，这叫秽乱宫廷。不一定是批判，因为那个时候它就是这个风气。你想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是第二次吧民族大融合，嗯，然后那个时候什么鲜卑族都进来了，游牧民族嘛，他就把那个风气带进来了，可能一下子啊，大家这个接受能力什么的可能又稍微弱了一点，然后一下子可能是接受的过了，或者是哎，他就开始规劝了，对吧，哎，小田说的我觉得很有智慧。但是顾恺之画的还是一个理想的规范，嗯，但是我很好奇你刚才讲你觉得没什么，假如这事发生在英国的话，你觉得这样的画片会不会很大量的流传，大家觉得很不堪，我觉得这个不堪追究刑事责任的，谁把这个照片给爆出来的？没错，倒反而不是照片里的人。那当然了，我跟你讲，他照他的照片，惹其他人什么事儿？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一身份问题。这个开始一时疯传，说是某个县的县委书记和他们的夫人三个人一起照相，这个还说牵涉到这个县的权力斗争，最后呢出来辟谣了，说没有没有没有，最后有一个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团委副书记，现在已经被双开了，嗯，已经被双开了，有辱师德是吧，我他也是行政干部啊，嗯，你所以你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似乎呢也要装道德上的一个模范，对，美国是道德洁癖，也得装一个道德模范，但是呢你牵涉的是官员呢，他这算不算损害我党形象，损害政府形象，损害大学形象，损害为人师表的形象，或者说这个形象是个虚伪的东西吗？理性上我同意你们的说法，虽然中国有这个法律叫什么聚众淫乱罪，所以这个就很难来界定，但在西方的看法这是一个个人行为，他自己后来承认这个当事人呢，他也说他是五年前跟朋友的一个个人行为，他觉得他对不起朋友连累了他们，嗯，但是我为什么直觉一看到我直觉感到不安，我觉得很震惊呢，因为这是牵涉到对家庭道德的一种震撼，而中国人呢，我怀疑我是比较老土了，我可能不自觉地背了一个道德的包袱，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凡什么东西能在公共的领域出现就是人人能做的事情，嗯，你要是这样的事情不批判不判罪，像南京的那个副教授什么换妻案聚众淫乱，很多中国的现在老百姓都会觉得哎呀这行哦，这没错哦，就是我但是我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呢，就是说是不多余，在中国啊这也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嗯，他有时候啊不但党管着道德，政府也管道德，法院也管道德，他这个都搅和在一块儿，你知道，所以这个事儿，哎，小田你刚才讲的其实很有意思，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思潮同时存在的。那个时候的女的其实很有地位，你说跟今天有多大的不同吗？嗯，你知道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很乱，说的脏唐臭汉，对吧？一个公主可以改嫁100多回，对吧？或者说怎么淫乱玩？你看武则天都玩成什么了，对吧？那么不比今天不淫乱，但是呢，你看历史记载留下来的，可能是当时也有各种的儒家经典，就要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我要画一个画。讽刺一下你们，讽刺一下你这个荒淫的皇后，这就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嘛。是远接还是嵇康了？在家里不穿衣服，人家跑进去大惊小怪，他说天地是我的家，房子是我的衣服，你钻到我衣服里来干什么嘛？竹林，竹林七贤里的一个人，他到最后都玩到什么程度？跟这个县委书记，不是县委书记，常委书记，跟这一样啊，两个名士在一个厅房里都在搞自己的这个女人，两个俩人对着来，还吟诗作赋呢。你就再来一局，你的他也，而且尤其是在东晋的那个就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是崇尚男子美，而且是给女人去欣赏的。那个时候，所以说什么十大美男子嘛，不都是那个时候的吗？第一个潘安，对吧？对。而且潘安一出街，他那个时候就是上街叫什么？叫执果迎车，对吧？对对对。他站在那个车上，女的去给他送蔬果啊什么的，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他的这个男子美呢，又是女性美，就是阴柔的，阴柔的。他傅粉呐，脸画白了。现在那个运动员的涂涂着涂着口红。他说那个，比如说嵇康就有叫什么，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就是那种就飘逸的美，就像那个《女史箴图》里边你看到那些女人的美，是吧？是是，小田身上啊也有这种风，徐老师身上有这个风，我徐老师身上这风好，高而徐隐，徐风吹在牛人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被誉为最懂女人心的金牌词人，但是找我写，我说王金文是谁啊？我认识，不会。唱片业死了，音乐如何活下去？你害怕什么？是害怕自己的创作才华枯竭，或是这样被取代？台湾著名音乐人姚谦，阳光保险名人面对面，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这个大野洋子，咱们现在不都说 Beatles 吗？大野洋子有一阵来中国，有一次接受访问说一句话，他说呀，我跟约翰列侬我们俩一起干的事儿啊还有很多，但我不会说。他说在群众啊不能理解的时候勉强分享非常危险。你知道这个话呀让我就想到我们刚才讲魏晋南北朝这些名士，我跟你说人类啊有的时候啊少数人才有勇气在探索一些不同于大多数的传统的生活，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吧？这种探索你可以说是荒淫的，但也有另一重性质，甚至它是可贵的。所以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分裂的。我觉得我自己分裂，我常常觉得自己是老师，是传媒工作者，是一个文化人，对，不能拍这个照片。然后我就觉得，真是我就觉得中，这叫什么？这叫可做不可说，可做不可说。哎，就是说你说了呢，潜台词就是大家都会做，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有那个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从理性上，我又非常同意，小田刚才讲，不是啊，不是你说的，我吧，那就是你说吧，我就是什么叫隐私？为什么要保护隐私？你知道，这就是隐私。这是我跟你说啊，隐私就是我可以有权利不同于别人。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需要制度，需要规范，但是往往这样的制度和规范啊，它是一种虚伪，它是一种妥协。
你没办法。你知道最有价值的生活是一个人的，不，或者是小圈子的小范围的私密生活、秘密生活。这甚至我认为是你这个跟欧阳修的那个理念就不同了，人家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要拿出来分享。啊呸！我才不能，我总有点不能分享的时候，勉强分享。非常危险，你知道，就是不是，而且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啊，咱们现在在哪儿聊天呢？咱们是在一个世界上最尊重隐私的国家，就是最讲究尊重隐私的国家。回去你就变了，在聊这个事儿，哎，不是，就格外有意义。你知道这个问题啊，本世纪初，这个大哲学家他这儿大脑袋大哲学家罗素，就曾经深恶痛绝，因为罗素呢爱瞎搞，这个人也比较风流，当然也是自个儿疼自个儿就呼唤了，对吧？但是罗素就说现在英国出现的这个小报，他认为应该施以重法，就是说这个法律啊必须严格打击这种散布这种八卦呀、个人隐私消息的这种，所以他也是可做不可说传播，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会真正毁灭掉一个人生活选择上的这个自由。理论上我觉得你们讲的都对，但是要把这个探索精神跟刚才我看到的这个照片联系起来，我觉得还是有困难。不是最大的困难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肌肉不够发达。对，你听我说，要是有美感的话，哎，让人看的时候赏心悦目。你贝克汉姆跟对啊，这个小辣妹这个在一起的话，当然他们是有遮盖哈，但他们遮盖的极少，但是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一种探索，是吗？你的意思？其实那种商业包装，你不是关键问题在于，你看啊，在这儿啊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个身份使得呀、你们私下里搞这个，你们能不能搞呢？我们不能说你不能做，但是被公开了，现在这个社会无孔不入，你又没有办法阻止隐私外泄。所以最后就变成罗素所说的了，你只有别做，对吧？对克林顿来说，你别干，私下里就别干是最保险的。还是像那个尼采说的，上帝都死了，你什么都别干了。对，上帝都死了，不还是要追查谁把它放到网上去？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